大家好，我们是原有 JR Studios 每日蜂蜜，欢迎回到日常轻食真实恐怖一日之爱的王者哭声。那这个应该是一日在 Steam 版本上的最后一个章节，是有名的半爱黑江，好像是特地为他制作的章节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噔噔，本游戏包含恐怖场面的刻画，胆小者请小心游玩。代售业务，我们还有其他的业务资讯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。所以这个章节是爱讲变成幽灵了。4K 阿一星录影中，今天的直播真开心，是时间回家了，是时候回家了。摄影棚，就是把爱讲变成假装他是真的人吗？哦，哦，这个背景很眼熟哎，今天也是好天气，只要在这个背景永远都是好天气吧。资源回收桶，噔噔噔噔，后面的那个地球是网际网路吗？就好像电脑开机的声音哦。就是把自己的资讯上传的意思吗？明天要继续努力。哦，这个绿色双马尾是谁？今天的画质只有 2K 耶，没问题吗？
这个绿色双马尾到底是谁？今天的直播真开心，是时候回家了。那一条腿，它跟着我诶，可以不要跟着我吗？我家不准养宠物。那个大眼睛，它感觉像是20年前的画法，你知道吗？大眼睛最出名的大概就是神风怪盗贞德吧。今天也是好天气，永远都是好天气，好不好？哎，中毒了吗？发生网络错误，刚刚不是大眼睛吗？我觉得他的电脑中毒嘞，这样没问题吗？是不是都看奇怪的网站？我真的觉得中毒嘞，没问题吗？你知道他每次都把后面的那个 mark 弄得很像微软，然后可是又跟微软不一样，他在规避某种责任，对不对？明天要努力。真的中毒了啊！偷看，他是把病毒就是具象、具现化。第三天。录下今天的直播间开心，这个已经变成 VR 快打的时代了。大概二三十年，不是二三十年，25岁以上的人大概可以知道什么叫 VR 快打吧。为什么它没有变成 3D？好啦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为什么对爱讲这么深的执念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哪里惹到你了？今天也是好天气。后面的地球已经变成像素了。
考虑重新开机吗？什么？为什么要偷看我？怎么回事？好像能通往什么地方？不要乱走哦，楼层还没到。这里是哪？家？怎么在这里？家？你的家？有人在吗？那个楼梯，那个楼梯的比例，完全不太对。1995年，那个时候还是 Windows 95是吗？很老旧的日历呢。那个时候还在用传真机的时代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网络拨接的声音吧？别擅自进来。这个嘟嘟嘟嘟嘟的声音是那种网络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用电话拨接网络，然后就一直发出这个声音，就代表说它正在，你还正在连上网。这是某个，这是某个该怎么讲？那个叫什么？就是不愿意出门的，不愿意出门。然后，其实我不太理解，我不太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称呼。就是你知道，像是什么家里蹲啊，或是。啃老族好像都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表现出就是这个状况。这个是什么角色？啊？这幅画有我的爱心结？为什么？这个房间怎么搞的？老旧的电脑？哦天啊，这种萤幕，我最后一次看到它大概是10年前吧，或是15年前。那个时候电脑萤幕都超大台、超重的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液晶萤幕刚出来的时候很轻。而且它的萤幕是不能碰的，因为一碰就很可能坏掉。欢迎回家。啊？欢迎回家。
欢迎回家，爱江。你是谁啊？莫非这里？我是现在这样的家？你说一切初始之地吗？在爱江诞生之前？翌日最后一天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不错哎。然后那种像素风格，录像，哇，已经变2D 了耶，2D 平面。今天的直播也真开心。是时候回家了。其实我觉得2D 的也不错哎。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。是这样，把你的东西都一点一滴的拿走，是吗？东西都不见了，今天能回家吗？你是要回什么家啊？这仿佛是世界末日的情景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怎样？什么东西？爆炸了？坏掉了？有谁在叫我？家在呼叫。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剧情哎。我滑了。
为什么要说我回来了？你是这个家的孩子吗？1989。我记得昨天是1995年。1989已经是我出生之前的事了、欸。我应该是，在2016年出生。角色扮演的服装，为什么会有我的爱心结？我的照片，为什么是像素？我真的是在这里出生的吗？总觉得有点奇怪。我为什么在这里？哦，这个传奇声好讨厌哦。哎，电脑不见了。剩下燃起的键盘。欢迎回家。果然不是的。这里不是我的家。因为我还未。我还没在这个年代出生。哎，江，是谁？你是谁？我不会让你逃走，是把它吃掉了吗？他把爱讲吃掉了。这个是到底1995年的事情，11月23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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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结束了。莫名其妙，他莫名其妙，看不懂，脑洞太大了，我跟不上。这边 OK， 然后变成 VR 快打。然后变回像素。
其实我觉得像素反而比较好看呢。不然还是要把爱讲慌张的样子给放出来。结束了吗？救命！救命！他被关在电脑里了。他被关在1995年的电脑里面了。他是让他退化，然后才可以把他关在过去的电脑里面吗？他到底在说什么？重新启动？被点吗？重新启动。现在换笔电了是吗？爱不见了 被吃掉了是不是？爱讲都不见了，是要玩什么？结果又出现了，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吗？好像回到原来的样子了。这有差吗？好像就都是一样的东西了哈。好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好好，我现在一直以来都觉得莫名其妙。对，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系列。可是因为。2004年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恐怖的啦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恐怖游戏差不多就这样，真的是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别的问题，日常清洗真实恐怖一日的系列就结束了。好哦，那感谢各位的陪伴，那我们下个新系列再见。那我们就，拜拜。